哎，那个。就是说，你就先用这个表格，哎，它一二三，哦，1234567，要算最多，不要算最要少，算最一多二三，啊，一二三四五六七这样子，七，哦，那甚至八也可以，算多一点，一二三到时候再把它删四，掉。哦，五六七八这样子，所以你就变成说你要插入的是，哦，八栏，哦，然后两列这样子，哦，两列三列，哦，三列这样子，哦，啊，确定之后呢，你就把它，哦，就把它差不多在这边点一下拉过来，假设它拉到这边好了，好、哦、拉到这边，好，然后呢这边、等一下啊、哦，因为你这个你如果按照你这样做的话，你这个大概第一列用不到，你这边的话。这边标题就这三个通通都给它一样好了，都通通都一样就好了。哦，就不要标题标那个的差别。哦，然后呢，八栏三列这样子。举个例子哈、哦，像这样子哈、哦，啊，大概到这边点一下拉过来，是不是长一样了哈、哦？哎，然后假设是这样子。然后就合并储存格。对呀、啊，然后像这边的话，这两个就这两个，比如说这是，哎啊错了。怎么会那么多列？我刚刚没有改嘛。哦，这边，哦，三列对不对？哦啊，这边是八栏。哦，OK。三列八栏1234567。好多了。八栏呢？我们刚刚不是算了八栏吗？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没错，所一以二有三一些四，要合并储存啊，我格懂，的。对，然后算在内的话，它五列，一二三四，标题质量好，这两列把它删掉好了，好，这两点一下，删除列，删除列哈，好，这样就跟它一样了，对不对？好，然后呢？这两个不要动它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重点是你这边都不太整齐，比较麻烦对，呐、啊。你这边肯定要给它整齐，要不然没办法，它可能不让你做。对，比如说这两格，这个比较长，这个要比较长一点，有没有？啊，这个是比较短。好、哦，你先把大概的格局先出来，好、哦，先把大概的格局先出来哈、哦。然后上面这边一二三四，对不对？那你可能这边一二三四个，一二三四五，所以这两个把它合并，这两个把它做合并，有没有？是不是一二三四四格了？然后底下呢？底下呢？诶，我少了一列。可是它又有一个这个好，哎，它这一插，种东西的从话，要下去哪方里插入，抓？有哪一符个？号吗？这种它是有符这号个的，你就要变成说，你点我两就要点用一小下画哈，家去贴点一啊。下哈，没有，你在里面点一下，然后你去用插入符号，其他，嘿，其他按你再去选，对，看你要选哪一种，可好，是它是有两列，那不就要按 Enter，然后它才会再对跳对下对，来。也只能这样子，嘿，好，还真然的后到这边，蛮麻烦的，难怪对它都啊。已经做好了。哎呀，所以它基本上有没有？对不对？好、哦，然后呢，到这边再按个 Enter 下来，诶，你再把它拉下来一点，这边呢，它一个，它有两格对哎，那啊，好吧，那只它不让你注意，你注意看哦，它不让你下来，它一格里面不能做两格啦。所以要两个储存对，格。把两个储存格。那可是它到时候这条线会印到嘞，哪一条线会印这到？一条线啊，你说第二那个你这吗？条线的话，那你比如说你这个哈、哦，你这一条线单独这一个有没有？你这条线可能要自己处理一下。如果这一个它底下的那个格子啊，储存格的边界哈、哦，
这边的格子你可能要注意一下，看要怎么样把它去掉。所谓的去掉就是说，这边哦，看它的边界。如果有小画家就很好用了。那你用那个也可以啊。可以吗？可以小画家之后再贴上去吗？可以啊。可以啊。你就是把它，但是你要点两下哈。你变成说你要插入。插入。插入那个。我不晓得那个图能不能放进来耶。就是它不是也有图可以，就是像插入图吗？对，但是呢，它这边不一定能够把图插入进来哦。对，你要找一下哦。因为他这边的话，对，因为我想说去小画家这样把它剪下来，这样不见得可以把图插入进来哦。我看一下啊，他这个好像不行哦。是。嗯，找找看呐，因为呢，它一定都是固定，我没有做过把图插入进来的方式哎。我没有做过把图插入进来的方式，你可能要自己，试着找找看。好吧，我再想看看。哎，如果你说复制，到这边你要把它做贴上，他还没有理你。没有。对呀、啊，哎呀、啊嗯，懂意思吗？所以 Kate 没有那个可以插入图片的那个、哦。因为它是表格。表格。它不是在空间里面呐、啊。如果你是画在模型空间里面的话，你是可以去插入，对，可以去贴附插入图片进来。我在从这个地方贴来配置不行吗？你可能要试试看，你可能要试试看，这个我倒是没有做过啦。这个我倒是没有做过，要、啊、不然其他地方就像是你只要再把它们做那个什么呢？做那个合并其实就简单的啦。那我大概知道了。一二三，对对对、嗯，你就大概这样的情况就比较清楚了。好，老师我知道了。差不多是这样子，因为它其实没有那么方便啦，它没有像你握着说这么方便。它这个都是打上去的，就对了。对，你那是打上去的、哦，而且你要把它算，那你这时候这个还要再进来，你的表格势必还要再进来一点。因为其实他这个是仿照客人的图，可是制造商。